Five, six, seven, eight. I am ready to go home. A 是小朋友的爸爸吗？我先有剪辑事情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我现在可以讲电话。小朋友不喜欢学校的溜滑梯是白色，然后想要它是黄色，是吗？这一点我会再跟学校反映。因为你家小孩打同学，所以我扣了他一个好宝宝章。然后你现在要告我跟校长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有比较圆融的方式去处理啦，对。哦，您是说要我跟校长在校门口罚跪，然后您才会原谅我们，是吗？ 5, 6, 7, 8 I am ready to go home. A 是小朋友的爸爸吗？我先有剪辑事情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我现在可以讲电话。小朋友不喜欢学校的溜滑梯是白色，然后想要它是黄色，是吗？这一点我会再跟学校反映。那他这一次没有考第一名，我在想应该不是像您说的一样，是因为第一名霸凌他，然后害他没有考第一名，是我觉得他平常表现都很好啊，那可以就是认真的写一下作业，不要都不交作业啊，或者是平常上课可以认真一点，不要大吼大叫，还有站在桌子上，对，不好意思。我因为你家小孩打同学，所以我扣了他一个好宝宝章，然后你现在要告我跟校长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有比较圆融的方式去处理啦，对。哦，您是说要我跟校长在校门口罚跪，然后您才会原谅我们，是吗？哦，是这样子，您认识议员哦？那要不要跟议员一起被撤？